来，同志我记，同志我记一下你，同志你们新年快乐啊！同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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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我也找一个，你看我老是我同事一个台，我也昨天看到老唐穿穿件夏装，记不记得我？没记住啊！激动下一个就顶上了，好，各位家属掌握菜单，谢谢，你看我这个兄弟，郭亮今天辛苦了，郭亮，谢谢你辛苦了。只要你们好辛苦也值得。今天我奶奶叫我那个婶婶，还有我嫂子。不对，不对，今天我说啥去吧？那圈，我来圈一圈，多少块钱？怎么你这个碗是怎么什么情况？要不要那么多啊？已经喝了两碗白酒了。我吃这个鬼啊！我们这边的风俗是，一般都是吃三天。你看，哇塞！不过这个大家又懂得，气氛来了。你看，他总是平时在冰室还有在家里面都平时很照顾的，感谢你们。我也没有什么照顾的，就是大家都是兄弟姐妹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鸭子也很不错。对，其实真的，嫂子也是很善良的一个人。是鸭子是吧？我们是兄弟，没什么。你跟他是一个村的。又是兄弟一个村的，也没什么照顾。我们是在一个圈子那个的，互相帮助。对，都是兄弟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就是善良的人自能跟善良的人在一起。对，一起对，都是善良。是，我希望我们圈子里面全是善良。我希望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，每个人都越来越好。对，真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愿。每个人都要越来越好。在一起的话，能聚在一起的话，真的是圆满，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是的，现在我们就是很期待鸭子快点脱单。是啊，鸭子快点嘞！那要准备，能早日喝上他的喜酒。早喝鸭子的喜酒是。这个作为兄弟，每个兄弟都是期盼作为兄弟的都能早日。这段时间有没有鸭子看现在失信了？那天我有叫婚礼上，好好聊。我们婚礼上闹了都半年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出手呢？这个是因为这个事情，刚开始我看第一眼，不是尴尬，看第一眼的时候，那个感觉这个女孩子心动。心动肯定会心动，但是就是说可能年龄这个方面可能是有点那个，看起来因为第一眼看起来这个女孩子可能像17、18岁那种。不是，最主要是我们鸭子没有把女孩子干倒，先把自己给干倒了。这两年被他们搞懵了。鸭子开心开心，关键是开心。鸭子对女人有心的，哎呀，他也开心是吧？鸭子开心。对呀、啊，狼哥喜庆日子是不是？肯定大家肯定开心嘛，是吧？狼哥也是我们的榜样啊，也是我们一个村的，见义勇为，真的是作为我们的榜样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。是啊，鸭子每个人的优点不一样。上次你妈妈就跟我讲了，我最大的心愿就希望我的儿子能早点早日脱单，找个老婆。对，我老妈一直在家里面都是希望能找到一个，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整个爸爸妈妈生了儿子，希望他早日结婚，也希望早日结婚，然后在家里面带个小孩。带着小孩什么之类的。我妈妈那么年轻，她上次我跟她聊了一下。哎，郑妈，就是，就是我家中那个一面旗帜，也是来自谢望村。啊，过奖。一面旗帜，进京是讲这个曾匡伟，是吧？对。这个哈，我这个侄子还是我们坚强后盾，坚强。
精神的标本，是是，我们向他学习，对，向他学习，哎，一定要啊，感觉是不是夸奖？祝贺你们啊，一定要早生贵子。啊，肯定的，必须的，学了学了，尽力而为，哎，一定要啊，不是尽力而为，一定要，要，对，一定要，一定要啊，超越你弟弟，中万，他四个儿子，你要六个儿子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定了啊，叔叔你走。发展，更努力，谁啊？慢点啊！叔叔，招待不周啊！不要说啊，真的，招待不周，是我不懂礼节。请转告你的父亲，给你舅舅，是吧？做到不到位的时候，多多理解包容。没有啊！做到不亲自的时候，开心高兴。没事啊，做到。不妥的位置，没有，你就要不能这么说，都不能这么说，理解谅解。不能这么说，我父母来这里，我刚我爸说，他也是一样的。他说他来这里很开心，很满意啊，知道吧？开心就好。看到他，是吧？也给了我这么风光的那个婚礼，是吧？这个金子他们，是吧？这是我家族。这是他家庭，我家族，我村，容易，是吧？最高，你把他夸上天了，等下睡觉都睡不着。哎，行，那就这样啊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啊，慢点啊，慢一点啊，晚上过来吃饭啊。其实我们每个地方的那个习俗都不一样的，嫂子可能你们那边不知道你们那边那个习俗是怎么样啊？不一样。不一样是吧？可能会有点相差吧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对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因为风土人情不一样嘛。对，一个省跟一个省的风那个习俗是不一样的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小时候我们那里就看到云南啊那边啊是哪地方，就有坐那个轿子的嘛，我就没坐过，所以我一小时候是什么时候能坐大花轿？想重印一下是吧？昨天是不是我狼哥我来给你一个惊喜？真的不知道的，真的不知道，有我们这边有的。当天晚上安排的，我没跟他讲哎，我到明天给你一个惊喜。哦，你没跟他讲。当天晚上给了我一个惊喜。
是请吃冰淇淋，不要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